拍的下一个造型呢，是属于比较复古摩登的感觉，那有带点20年代的风格。那比较特别的就是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复古的眼妆，所以它特别着重在眼线的部分，要非常的妩媚的感觉。头饰的方面呢，刘海做了复古的波纹、复古波浪，然后呢再搭配羽毛，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感觉的质感的饰品。那把这些像项链类的饰品，我直接把它当成是头饰。Robert 他一个特别的部分是他喜欢用，他喜欢拍人物的特写，是他最擅长的部分。所以我很时常跟他搭配的时候，就是他在后面就是像 Snake， 就是抓一些特写的画面，他这部分真的很厉害。小瑞这家伙真的还蛮厉害的，他对于画面的那种特的那种艺术感的画面，或者是比较微醺的东西，他是比较在行的。我觉得他对就是新娘的肢体，或是说一些我觉得他的照片就是很有设计感，或者说是他那个画面的设计是我觉得还非常棒。不过至少他对造型美学这方面，我觉得他比较有概念，所以可以跟我讨论。对，因为他的老婆是造型师，所以他有被劝过 ，OK， 不像我们这样，我们 OK 啊，都可以啊 ，OK。